知道什么叫冷气啊？5月12号，我们冷气大家全部做错了，都不能回稿。我给你看一下，螺丝漏掉，这些口令快可以用。不管你进什么油啊，去你仓库都没有用。螺丝没有漏的是这样子啊，螺丝没有漏的，刚才看的。没有漏的，还会转的，看嘛，漏掉的你看。这一块还可以用啊，我们没有骗车主啊，转。漏掉了，理由是在哪里？还有很多社会人，钱买也好。整个钱油耗也好，公司不能看你沙克，为什么理由呢？你去看你沙克了啊？是懒人做工，没有机器不是神仙的嘛？机器也是自己骗自己。我们看口令会，一边干净一边肮脏，看吗？一边肮脏的很过滤啊，没有漏啊。我们用良心讲，我不想要骗车主，这种公司可以做一点手脚啊。还有那个新车，我不做错，我不能悔改。拿师所价格出来的灵感人，写工资所价出来，看引起换哪里有个执照这还有很多人写不会，医生在看这边呢，他很快干，他冷固没有那么够，冷固要刚刚好，他的风是这边吹出来的，这边吹出来的，这边吹出来的，看嘛，吹出来是在哪里？在这边，那个风吹到这边哪里会冷？你现在看到光头不会冷啊？要看那个先生的冷固休息的，先生冷固不够好，冷气又比较慢休息。还比较快干咯，然后冷固够好就会休息，冷固还有新鲜味。这个公司死板了，看嘛，这种公司一定要靠手工，手工在这边，还有机器。看李沙哥讲那个毛衣啊，怎么样花式办？等下我 Facebook 我拿个 YouTube 来给你看你拍个那钱买都没有用机器是骗人家的机器李沙哥都不能进步，一定要靠手工。如果不用靠手工，我们人不用去做冷气呀公司时间。高一定会花掉，还有那个风扇花掉，还有孔杯车漏，我叫车出来洗啊，一定有干净如果没有干净，洗油洗油洗液里面肮脏，有办法洗吗？不可能的你们不相信我，你们自己看，哇，灰尘这样厚，它久了冷气要有水分有没有水分，可能口令盖就烂了看吗？